三楼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而家系朝头早七点几，今日咧想带大家去做嘢，带大家同我去开工，有冇兴趣？出发。换衫先啦，拜拜。哇，话咁快咧就出发啦。已经在 salon 搞定了所有的东西了，变身前和变身后是不是很大分别呢？其实我就觉得没什么分别了。现在出发了，准备今天一个全日的行程，巡游的一个 event， 下午做完的就去 studio 录音，录一只新歌，今天的行程就不是很赶的，不过都挺紧凑，即是由朝头早一出门口一路紧接所有嘢，咁啊加油努力，快啲做。所以今次在这个巡游里面的广告出现，我自己觉得很惊喜，还有我自己在拍的时候连一支巡游怎样拎我都是很陌生的，即不知道怎样拎才靓，但是现场看到 Julian 和 Sammy 他们揸得很专业，我模仿一下，令到我拍的时候都有些信心，所以整个拍摄都很顺利，还有我非常满意的广告，很靓。车都换衫噶啦，而家搞掂晒 event 访问各方面嘅嘢，而家准备去一个朋友嘅餐厅度食佢个饭。咁啊，佢话叫我落去食，我梗系带晒啲人落去食啦。咁啊，食完饭先至食饱饱，先至去录音嘅。咁今日嘅行程非常之充实，一阵再见。而家咧，因为冬瓜珍珠。九五，这个是珍珠奶茶。麻辣是你这个番茄是你喂，想讲一件事，他们用了这个环保的饮管，硬的环保的饮管，有人很支持环保，这个都是全部都是咁幾好啊！依度個老闆都幾好。我哋呢個啦，哎呀，佢撈開咗。識唱咪一齊唱咯！喺自己嘅歌聲陪伴底下食飯，真係有另一番嘅滋味。我硬係覺得好多人偷望我。點解你個樣要咁樣咧？啊，好就嚟咯就。食完嘢啦，咁而家咧就去錄音啦，好飽。阿老闆娘親力親為，非常好，一人見。Today is gonna be a little something more. 好聽。I've got a plan in mind, a special thing in store. The light bulb inside my head says, get up and play, 'cause you never
呢首歌就录完啦。呢首歌咧系合唱嘅，就其实就系同一个非常之欣赏嘅歌手合唱啦。咁佢就叫做，我自己好期待啊！監製周石漢，好，搞定周石漢，拜拜，拜拜。喂，今日就放工啦，我的工作已經完完啦，放工。好啦，錄曬兩個 vocal， 一首歌啦，再加一個廣告嘅 vocal。哇，冷氣凍得滯添，起霧氣啊！嗱，唔緊要，個係一個 filter 嚟嘅。咁樣會唔會咧？好啦，放工啊，連個相機都要放工啦。再見，下次再同大家記錄下我嘅工作。白痴，有啲雲添住呢只，拜拜。